的鼓声鼓舞人心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这群鼓手都是慈济科技大学乐林学院的学长姐，用鼓声代表他们的热情，为新学期揭开序幕。开办第八年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成立研究院第五年，而且每年人数都是往上提升。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课程，有我们长者所需要的课程，高龄化的课程，健康休闲。39位乐林大学新生，63位研究院的新生，换上整齐制服，开心的参加开学典礼。今年还有不少是夫妻一起进修，为退休后的人生找到新的目标。两个，夫妻都还能够行动嘛啊，来规划一些学习课程以外运动啊，那花莲真是好地方。除了运动以外，还有很多休闲的可以来。因为我本身喜欢画画，还有一些那个运动，就是打球。希望在这里可以学到我所没学到的东西。优美的歌声同样是长者们用心练习后的成果。健康活到老，开心学到老，退休后的精彩人生现在才要开始。大爱新闻洪其刘洪志华联报道。